好一開就牛角仔唔係好出閘啊！前面快嘅馬咧，咁啊見到中間莫浪球啦，響出邊實力飛區內欄落滿噶，中檔嘅位置仲有金鼓齊鳴，好好學習五隻馬喺前面啊！再跟住佢帶咗第六位啦，外邊就幸運快車啦，中檔咧黃衫淺藍帽大紅包啦，外邊啊激上啦，尾四位置進黃彩，尾三道道，尾二英之星啊，暫時大墮後咧，出閘慢咗嗰只咧就牛角仔嚟噶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頭嘅馬就實力飛區，好好學習第二位莫浪球藍衫。第三、第四位红眼罩，外边就金鼓齐鸣啊！内栏第五咧，仲见到个马匹有落满加中档第六啊，紫色衫咧，咁啊就系呢只幸运快车啊，响外边有激上啊，掟到最出嗰边咧就系道道啊，入边博位嘅马仲有进黄彩啊！好啦，到到嚟咗有300多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就系中档位置有呢只莫浪球啊，响莫浪球后边嘅马咧有幸运快车追紧佢，咁啊再中档位置仲有呢只咧就进黄彩，外边冚上嚟嘅马有大红包同埋道道啊，到到嚟最后。100多米，莫浪球走甩咗多少啊？外边位置幸运快车两咁啊，中间穿进嚟系英之星，接近终点第一名，相当接近姚本辉赢翻场。英之星啱啱过到告东尼嗰只，莫浪球到唔到啊？其实八号马莫浪球仲有优势，但系英之星响中档逐步上嚟，外边嘅幸运快车都系咁啊，又系扁出去啊！第三马，姚本辉尾场，英之星。臨尾落啲飛啊，劏咗高通嚟嗰只莫浪球又跑第二，幸運快車臨尾嗰幾步又係少少轉弱啊，第三、第四就四號嘅好學習。哇！呢啲冷門真係唔好走漏啊，李健威姚本。